当人类的智能成为嗔恨等负面情绪的奴隶时，所造成的伤害是很可怕的。假如我们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，假如我们知道能用某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我们就有信心、决断力，而乐意来处理这个问题。菩提心是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根本，自他利乐之泉也，灭除一切烦恼痛苦的甘露，到达无余涅槃彼岸之桥梁。一切有情，因不知一切法乃为空性，而执无我为实有，因而产生了嗔等五毒，并累积各种罪业而遭受地狱等六道轮回之苦。做一些对生活有益的事，你会经验到比较多的生活，而非空虚的存在感。对生活感到无趣，是由于你生活在黑白空虚之中。Oh.
事件拥有解放的力量，若能自觉并持续自觉，就能保持专注，而如果持续专注，就能产生事件。因此，若能自觉，就能认识、接纳、放松；若能自觉，就能看得深，获得事件。静坐之后，全身放松，可以看清楚各项问题。如此一来，什么都可以解决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。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：503238588，503238588，户名：台湾燃灯功德会。观音的慈悲 Om Mani Padme Hum， 具备将心事转化为善心、慈悲心与菩提心的强力效果。世界是心所造成的，要帮助这个世界，我们心不能
被世界转掉了，任何地方欧玛里边民工，有时候各位在看电视的那些暴力的对立的不能看，如果你必须要看，那你叫观想哦，那个不好的就是我的贪嗔痴，要把它消灭掉，要把它消灭掉。欧玛里边民工，欧玛里边民工，把它改变掉啊！你看到车子跑很快，欧玛里边民工啊，他在追求快速成佛之道。你不能去批评他，你只能转变这个境，成为一个修行的助缘可以，但是就不让自己的内心里面有负面的心态，是在任何地方都要心里不离开慈悲，转变这个逆缘还是顺缘，欧玛里边民工。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动机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就生命之美，接下来请收看
慈悲心法语。两则关于布施的佛典故事。一，曾经有个非常吝啬的人去寻求佛陀的忠固，他完全无法布施。佛陀告诉他，先把小物品从右手布施给左手，来训练自己。当那个人慢慢习惯了布施的想法之后，佛陀鼓励他把小物品布施给家庭成员，然后布施给朋友，最后布施给陌生人。最后那个人能够怀着极大的喜悦，把任何事物布施给他遇见的任何人。二，过去有一个人兼贪的习性很重，对于任何他喜欢的总是说我要我要，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。有一天在佛陀托钵的回程中，他遇到了佛陀，向佛陀索求钵中的欢喜丸。佛陀告诉他，你要欢喜丸可以，但这当中有条件，我可以给你两颗欢喜丸，然后你必须把当中的一颗再还给我，并且说道，我不需要这颗欢喜丸。为了得到欢喜丸，那个人欣然答应了。但是当他要把手中已拿到的欢喜丸再拿出来时，显然相当的困难。